啊？哎呀，怎么的？着火了？中了，中了。二胎怀上了。讨厌！你买那彩票中奖了。啊？嗯。不可能，都买这么多年彩票了，也一次也没中上啊。你看看。啊，这是不是你给我写那彩票那号码？是啊，我挨个都对了，都中了。啊？嗯，真的吗？啊！哎呀，我的妈呀！大米啊，我这不是在做梦啊！大米啊，啊，真中了呀！真中了！中多少啊？两万。多少？两万。好高兴啊！哎呦我的妈，就两万。对呀，大米啊，啊，中午跟我去一趟海鲜市场干啥呀？大葱不吃了啊，买大虾，买像葱这么长的大虾。干啥呀？回来我蘸酱吃。你妈，瞧你那点出息吧。大米啊，咱们不是马上要买车了吗？对呀，这下行了啊，钱富裕了。对，买档次高的。那就买自动挡的。不行啊，不行，不够档啊，买六个档的推土机呀。那就档次低一点了，对，五个档的。行，大米啊，啊，以后咱们要再出去买菜的时候呢，咱就不能走着去了啊，咱得开着车去。哎呀，用不着，我上菜市场买菜走路才三分钟。去远一点的菜市场吗？哪儿啊？葫芦岛。到葫芦岛买两个虾爬子，咱再回来。我跟你说啊，你记住了 啊， 啊，以后咱们去买菜的时候，路过高速公路低于10块钱的咱不能去啊。老公，哎，你太厉害了。啊，哎呦，哎，等会儿，大米啊，哎，哎呦妈呀，我跟你讲啊，啊，我这两天我就觉得颈椎不舒服啊，刚才你一晃我以后，我一下就血就上来了，是吗？哎，我通了，哎，是吗？哎，我怎么有一种飘的感觉呢？哎呀妈呀，哎呦我，是吗？啊，是啊是啊，你再能晃着我很飘。那咱再继续飘。你再晃一下，我就特别舒服。老公老公你最帅，老公老公你最强。哎呀，这是出什么事了这？哎，老公老公你最棒，老公老公。住手！干什么玩意儿？大姐，就你这大体格子，再把大姐夫给摇报废了。你大姐夫今天就喜欢让我摇他，越摇他越帅。啊，大姐来，你摇我一下，让我也帅一会儿来。哎呦，你怎么摇都废了？什么意思？顺风，哎，你觉得你大姐夫今天，哎，帅不帅？啊？啊？帅什么帅？这叫自恋。你瞅瞅，让街坊邻居们瞅瞅我大姐夫，哎，嗯，哎，往这儿一站。哎，就一个数字2，什么意思？你还什么意思？街坊邻居你们看看啊，哎，12年的衬衣，02年的裤子，92年的皮鞋，82年的袜子，两口子往这儿一站，哎，就是非常2+1啊。哎哎哎，你啥意思啊？一对奇葩的夫妻。媳妇儿，媳妇儿。我刚才我一直有飘的感觉，这小子一来我就咔嚓落地了。我跟你说，大姐夫，你两口子你得感谢我，我是用炮把你轰下来的，要不然你还云里雾里边呢。陈顺川，干什么？你净打击你大姐夫积极性。哎，我告诉你啊，你大姐夫买那彩票中奖了。哟，嗯，哎呦，新鲜嘿。嗯，大姐夫，嗯，真的中了，中多少？七。嗯。哎呦，你看自己都知道自己二了，很好。妈的，我中了20000块钱。两万啊？对。哎呦，太好了。大姐夫啊，我给你出个主意啊，啊，这20000块钱一辈子都别花了它。哎，我建议你两口子把它裱起来，每天在我大姐面前边晃悠，我大姐夫好晃悠你，让你越来越帅啊。哎，田主官干什么？你就不看你大姐夫好吗？你看你大姐夫今天多高兴啊。我就看不了他高兴。瞅你那样儿，老公啊，甭搭理他，咱进屋，我咬你去啊，嗯，让你飘起来。不是你咬你飘，没人看见，飘起来有啥意思？孤芳自赏。对，我们自己飘着玩，跟你没关系。管着我们，回屋咬去，咬就咬，看什么的。
厌。阿米，哎，下午好。摇起来。那怎么划船都不用讲，全都忘了。不是，啊，媳妇儿你过来，你刚才说了一句什么？不是，这划船都不用讲，全靠浪吗？哎呀，我媳妇儿这小词儿整的太准确了。大姐和大姐夫今儿咋了？大姐夫吃大葱吃岔气儿了。大姐给他晃悠，让他上下通气儿呢。行了，哎，你从银行回来了？去银行干什么？忘了。干啥呀？今儿是咱们公司的贷款还款日。不是下个月的今天吗？下个月的今天银行把咱公司都封了，还下个月。哎呀，压什么压？你是不是钱没准备呀？怎么可能？哎呀，我作为老公怎么能让你着急，让你生气，让你着急？早准备好了。行，那你别忘了啊，银行五点下班，40000块钱还上，别老三心二意，这事儿一定办好，办不好给你打成零，记住没？记住了。走了。哎呦我的天，看我媳妇儿这小词儿啊，54310，我的妈呀，我给忘了。这家伙银行还款日我给记成下个月的今天了，这可咋整啊？5点钟下班，这都3点了，2小时我上哪儿整40000块钱呢？我老公你真帅。摇得非常好，飘起来了。大姐夫那儿有2万，我先弄2万，是2万吧。大姐耶，哎，把大姐夫摇出来吧。来玩儿干啥？照你是不是？我跟你大姐在我们自己卧室里边飘，跟你有啥关系？大姐夫碍着你啥了？此话差矣，这个家也是你们的家，你们爱在哪儿摇在哪儿摇。哎呀，坐这儿媳妇儿。媳妇儿我害怕。没事，大姐夫你坐。大姐夫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啥事儿？中了20000块钱是不是？啊，把它借给我呗。啥？啊，完了，这钱不小的垫子上了，气气的不借。对，顺风啊，哎，你要借钱呢？啊，没了。怎么没了呢？按照你的指示，这钱已经裱起来了。他咋还裱起来了呢？嗯，挂墙上了。对呀，然后你大姐夫和我在我前面，他拿了个晃啊晃，然后我再摇他呀，我不摇他我怎么夸他帅呀？哎呀，先别说帅不帅的事儿。不是，大姐夫，上分你把钱借给我。你先别提钱的事儿，我问你，你大姐夫今天哎帅不帅？不是，你先把钱借给我。不是，你先说你大姐夫今天帅不帅？我真的有急用。顺风你哎过来。哎呀，大姐我真有急用。借钱是吧？啊，现在重要的不是钱。那是啥呀？重要的是你大姐夫帅不帅。他帅不帅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赶紧把钱借给我。哎呦，你这么聪明人怎么还没明白呀？我明白什么？你大姐夫好不容易春风得意一回啊，啊，我正摇着他，他往上飘呢。啊，你别往下拽呀，你得让他继续飘啊，是吧？让他扶摇直上，这样他高兴了，你事儿不就好办了吗？哦，明白了吗？我明白了，去吧去吧去吧，我得摇他。对，大姐夫，哎呀，大姐夫啊，是不是啊？哎呀，是不是？哎，要问你今天你大姐夫帅不帅？大姐夫你太帅了！哎呀，大姐夫来来来，哎呦，大姐夫你今年得快60了吧？看着跟12似的，报纸上都登了，我大姐夫是冻龄人。哎呀！是不是啊？哎，不够，你知道吧？是不是？不行啊！哎呀，我真的不行啊！你看我这12年的上衣呀，是大姐给你买的。我02年的裤子是大姐给你缝的。我92年的皮鞋是大姐给你擦的。我82年的袜子是大姐给你穿的。嘿嘿嘿。大姐行不行？我可把他摇到西湖上去了啊。行了，你再把他淹着。我啥时候给你大姐夫穿过袜子？我穿。大姐夫，哎，把袜子脱下来我给你穿一回。光穿袜子行吗？
让我闻呢。大姐夫有点过分呢、啊。行了，跟你开玩笑呢，啊、媳妇儿啊。这小子今天指定有事儿，对，这是急眼了、嗯，这么多年也没对咱俩这样啊。对，来来来，师傅你过来。哎呦呦，大姐问问你，哎，大姐夫你说，到底咋回事？是这么回事儿，嗯，今天啊是我们公司借银行还款的日子啊，哎呀，我给忘了，我记成下个月的今天了，这要是还不上，明天我们公司得让银行给封喽。哎呦我的妈呀，顺分儿。你可真行啊你是我们这么大的事儿你能给忘了吗我给忘你可真行你借我钱忘了行你借银行钱你也敢忘吗你忘了真收拾你我跟你说是媳妇儿啊赶紧把钱拿过来、啊、快点给给给淑芬拿着拿着谢谢啊这是个什么玩意儿2万块钱呢不是这就算是张彩票你也得把彩票给我吧你给我一堆号码有什么用彩票不在我这儿，不是，大姐夫啊，我可把你摇到西湖上去了，啊、你别在这儿给我装老妖精啊！你给我整个白条你，你过来过来，顺风你过来。我跟你说是这样，昨天我把这个号码给了田笨笨啊，我让他帮我买，我在外边忙没时间，他答应我了。现在彩票就在笨笨那儿，咱俩过去找他，完了以后拿过来一兑奖，2万块钱不就有了吗？你找笨笨去，走走走走。对了，你欠了多少钱呢？我欠4万块钱啊，帅哥，怎么的？你还能帮我解决2万呢？帅哥没有了啊，美女不有吗？我们家有钱呐，跟你大姐要啊。大姐她抠搜的，在咱家这。你说，我说你这智商啊！你摇她呀，你就像刚才摇我那样，你也摇她，明白不？你把她摇的飘起来，一直飘到西湖，我俩一相会，然后咱俩一起使劲把她往塔上一送，这钱就有了。我明白了，我摇完了大姐夫，我再摇大姐，他两口子是我的摇钱树。大姐，大姐，大姐你真棒！大姐，大姐你最强！大姐，大姐上西天，什么玩意？什么玩意？胡说啥呢？你上了西天还有钱吗？你这瞎！西湖，西湖！来来来，那行啊，是这样，顺风真的有急事儿了啊，咱得帮他。行，那咱家那卡还在吗？啊，在我这儿呢。这样，车钱不着急买了，从里边取2万，完了怼4万给顺风谢谢啊。行了，行了，行了，大哥，太好了。哎，大哥，哎呦，怎么的，笨笨？终于找着你了，咋了？物业有点事儿，你跟我商量一下来。去！物业能有什么事儿啊？赶紧的，彩票给我。对对对，什么彩票啊？不是，就我昨天给你打电话，让你帮我买，我不是号码给你，你也答应我了，买彩票。哎呀，刚哥呀，啊，昨天我太忙了，我就没买。没买哈、啊？顺风，完犊子。老天爷呀、啊！哎，高哥啊，别着急 啊，我没买，我让小米粒买了。小米粒儿，谁这么想我呀？我，小米粒儿，小米粒儿，小米粒儿，你最棒！小米粒儿，小米粒儿，你最强！我的妈，你这快快快快快，买的那个彩票，彩票给我。彩票啊，在这儿。哎呦，咋的？中奖了！哎呀，行了，这就行了，肯定中奖了。哎呀，顺风啊，解决问题了，谢谢，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助，让我渡过难关啊！我告诉你，顺风、哎，你别说中奖了，就是没中奖，你这事儿，街坊邻居，包括我们亲戚朋友，都得给你解决，必须解决。街坊邻居们，这就是家的温暖，我有点飘呢。哎呦，我的妈！你也飘了。